就是不一样啊！哎，今天哦，有比之前哦好很多呢。嗯嗯，嘿嘿，我是感觉呢，你们哦跟这个啊那个复健师哦稍微讨论一下，在你每天复健的时候加一些这个快走，哦来做训练。好，嘿嘿嘿嘿嘿，好，兄弟，就跟你说的没事了吧？嗯。啊，你多好。我待会把你这个肌肉再放松一下，之后你会更舒服。好，谢谢我爸爸。哎哎，妹，慢点慢点，我下注。冷静。吴大师，您请教一下，如果是心脏方面的疾病，可以靠针灸吗？哎，季老师啊，我这边吼是处理外伤啦，比如讲你若拉伤咯，还是一挂运动伤害吼，我这边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你这个心脏哦，是属于内科啦，我是建议啦，你先去大医院检查检查，吼，啊不要这样一急啊，就这样，安尼伤乱唔好啦。不是啦，是长辈他比较排斥去大医院，才想说问问看我爸爸可不可以帮忙。啊，这是安尼啦，中医哦有分很多种啦，啊我这吼算跌打损伤的啦，算外科的啦，啊你这心脏吼是属于内科的啦，所以吼，你先劝劝看啦，他真的一直想看中医的话，安尼我那边哦可以推荐几个老中医，不错，哎。好，到时候需要再麻烦吴大师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不客气啦。哦，你就不痛了哦。嗯。哦，你这筋肿。我就知道，我妈知道齐家宝要来，一定会准备很多水果。你刚刚说这些都是要给阿宝吃的，给大家吃的啦。哼，我妈妈真的是太了解我了，猎物就是要吃这种品种的吧？嗯。我爸妈很熟，很熟啊。我爸我妈人超好的，而且煮东西又很好吃，每次来都把我当自己儿子一样。所以你很常来啊？
成功啦。你不觉得住在这里比较好吗？你住我家干嘛？你看这边，他爸妈会煮东西给你吃，然后用水果给你吃，而且诊疗室的床看起来摸起来超舒服的。在我们家又要出国的时候，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，不过后来你们就分手了，我就没有再提起。我妈想问你哦，你们那时候感情这么好，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为什么都不公开？你当初谈下来到底是什么行为啊？我们那时候说好不公开，可是到后来想说的时候就分手了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啊，你们连五加力都没说？对，那时候不公开是为了想要保护我们三个人的友谊，就怕分手之后会破坏掉我们的感情啊，所以就没有说啊。等到想说的时候也来不及哦。然后呢？结果你们的友情有因为这样就没有改变吗？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哦，你老实跟我妈妈说，你是不是还爱着我们家佑？不是我妈妈爱跟你吐槽，哎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感情是可以永远不变的呢？啊，对的，当初哦，你不想改变你们那层关系，重点是在你对他动心的那一刻开始，你们的关系就已经改变了呀。你早点来见正宫啊！我妈妈在想。一定是哦，你在想说那时候武家又这样没有跟你提升，然后就决定出国去念书，还跟你说要分手，所以你觉得很委屈，对不对？我当然知道你很委屈啊，按过你有想过，武家又为了你，然后要隐瞒自己的感情，隐藏这么多年，他是不是也觉得很委屈啊？可是，就算我现在想要跟他复合，也没办法。我觉得他也都不理我。那，你相不相信我妈妈？啊？你相不相信我？嗯。那好，再来，就都听我的。嗯。幸福的滋味。好，老婆，慢慢走。谢谢。慢走，慢走呢。好，爸爸，谢谢你呢。之后有什么问题，我们再请教你。你别客气啦，哎，你们是我们家里的老师啊，你们的忙我一定帮。谢谢。哎，齐家宝呢？嗯。哦，哎，季老师啊。在那边玩乐啦，家宝应该是要留下来吃饭啦。哎，欧妈妈哦，都帮他特别煮了糖醋排骨呢。哎，好了，哎，安娜哦，我就不送你们了，我还要帮我太太哦，哎，煮黑的上面喝起来呀。辛苦。好嘞，你先走，拜，好，同学，拜拜。我们走吧。洗好了耶，真香，真不愧是香香的姐姐。
纸条收起来了。明明就有看到，就看你什么时候想约咯。这个好像可以叫我。Hello， 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的吗？没有，谢老师。主任。主任，我还有约人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主任，拜拜。去哪？我可以一起去吗？不关你的事的，跟屁虫，走开！哪里？或许就是因为主任对我的喜爱太过明显，所以吴老师才一点机会都不愿意给我。如果我想让吴老师接受我，我就得有所作为。谢老师。我脸上有什么吗？啊，没有。主任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你找我有事啊？等一下，要一起回家吗？哦，好啊。到底想要干嘛？我不是说我要重新追求你吗？所以我要当你的护花使者。你去哪，我送你。不用，因为我要去的地方不适合你跟。哦，不会啦，而且你不是快迟到了吗？我骑车送你去才来得及，好不好？你不是最讨厌别人迟到？你也知道我最讨厌人家迟到。那你要不要想想，你以前跟我约会的时候准时过几次？哎呦，你也知道那时候对上的事情就很多啊，而且每次都临时任务，哎，都是在我正要出门的时候。我知道你想要重新追求我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让我重新接受你的理由到底是什么？理由就是，这世界上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人能给你真正的幸福。真正的幸福。光总会有着痛相伴，想谁也想不通答案。我不要一往直角奔驰的自在卸下钢铁般的防范，怎么会停不下来？说不要再彼此伤害，却在下一站里呀，就全盘推翻。起码伊都已经唔在走去躲，让你找不到人了。你又何必那么固执嘞？拜托你，让我一个人静一静，行不行啊？做人哦，要往前看。他都已经逃婚，让你在众多亲友面前出糗难堪，这就表示他心里根本没有你。你还要干嘛？没有你，你为什么要？你不要再说了！不要再彼此，我不想听，我不想听。
知道你心很痛，不过你有想过，妈看你安尼，我的心都跟他是斗在流，你知不知？佳丽，佳丽。你怎么这么痛？疼，佳丽，走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走，我不要去。他们不要我了，我去干嘛？我去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一个人难过也就算了，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哭得这么伤心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坚强，不可以为了你再颓废下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齐家宝，一定要留到最后哟，后面还有更多独家花絮等你来看。我一个人难过也就算了。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我妈哭得这么伤心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坚强，不可以为了你再颓废下去。佳丽，对不起啦，那时候我的状况真的不好，我好，不管怎么样，那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，我原本也以为已经过去了，但是这一次我妈说生病就生病，让我真的很害怕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像之前一样，说不见就不见。我不会。我会一直待在你身边。所以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纠结我会逃走的这件事，好不好？你再说一次。我说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你没有。你没有一直在我身边。没想到你愿意带我一起回家，顺路嘛。也谢谢你在医院时这么照顾我。这么久的事你还记得啊？当然了。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欲擒故纵这一招很有用。哦，我还以为是因为周六晚上你
朋友去三三酒吧来跟我道歉。周六晚上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约我周六晚上去酒吧吗？我没有约啊。你没有约？那桌上的纸条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要找伍嘉丽。可是伍老师今天好像是下午才上课，他现在还没来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帮我留个纸条给他。哦，你等我一下啊。来，你说。你帮我留后天晚上8:33酒吧见，不见不散。不会吧？该不会那张纸条根本就不是要约我的吧？其实我的确是要问主任这几天有没有空一起吃晚餐。你要约我吃晚餐啊？是啊，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好啊，我是说可以一起吃晚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谢老师，拜拜。拜拜。天哪，季老师该不会要跟我告白吧？Hello， 你来干嘛？接你去特训班了，这样做不行。这样才安全。你还好吗？你不晕吗？晕呢。早上比较冷，穿着，你就先帮我保管。早上烂的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怎么又阴魂不散的出现了？没反应。啊！真可爱啊！我们上次睡一起的时候，你也用这招啊。我们明天去约会吧。我爹给你一个难忘的初次约会。初次约会啊？你们一起来上班吗？同事之间搭个便车很正常嘛。搭个便车就是你家。TVBS 42台每晚8点，机智校园生活陪你欢笑一小时。你还记得学校的红茶传说吗？你也相信这个？好像也不得不相信的。初恋总是刻骨铭心，难以忘怀。我怎么好像已经闻到山药排骨汤的味道？爱情总有一天能开花结果。现在这个气氛，他该不会要跟我告白了吧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机智校园生活》明星三缺一冠名播出。上来在把妹啊！嗯，幸好没有。知道你旁边那个是谁吗？可以叫她妹妹就好了。妹妹。妹妹呀。妹妹啊！知道旁边是谁吗？谁？哈哈哈哈哈！等我叫我查一下。那我叫啊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这种妹，我们要吵起来。你现在一个人，还带一个拖油瓶。听到，拖油瓶。喂喂喂，你说谁拖油瓶？你说谁拖油瓶？你才长得像拖油瓶。人家拖油瓶。就不相信是刘宝宝。想到张颖老师就演错了。真的。妹妹啊，在旁边是谁吗？她是谁不重要，可是我不是妹妹。拜托，谁是拖油瓶啊？你才是拖油瓶，好不好？小混混，不要脸！我管他是谁啊！反正你们打架就不对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妹妹。不要搞错！对，说谁是拖油瓶啊？你才是拖油瓶！这些不要脸的小混混，来啊！不要脸！整场最像流氓在这里。这是告假，告假。我在这边想说，这好像我不对耶。邻居可能以为真的吵架，要报警。他压抑很久，在校园都不能这样。
最后才发现他其实也是女警笑出来的这样子。还是其实我是大姐。机智校园生活之大黑道与小警察，大黑道与小警察。你们班大概也应该也只有齐家宝能帮得上你吗？小苹果可以吗？没有没有，小苹果李丁。小苹果李丁，怎么了？又给你，可以加我吗？就是。当然，如果你要认输的话，现在来得及了。谁要认输的呀？他快跑哎！我才要认输哎！我自己，你一定是还没比赛之前先跑来跟我呛呛而已。对啦，对啦。季老师，季老师来了，季啊！小季，小季，老季比较好。老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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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可以讲老纪，可以讲麦了。可以耶。可以啊。老纪，拜。我觉得这蛮好的。就可能找朋友就老纪，然后再一起拜。你干嘛来这一场戏？你这完全是被羞辱到歉。老纪拜拜。那就上面不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些学生都很善良的。不是你们想的那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嘉玲，更多独家花絮只在 TVBS 聚在一起 YouTube 频道哦。校园里看着你。是不是又不开心？伤脑筋，课本里看不懂的那道题。艳阳下，操场上，你会汗如雨模样。下课铃，去哪里？学校后门等你。Oh freedom， 丢掉课本，闭嘴，我们不笨。Freedom， 赤脚狂奔。振作弄真第一，白板笔，纸飞机，水桶准备好没问题。A B